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最近呢，在忙着弄调教啊。那在忙什么调教呢？就是翘头的调教。那摩托车翘头已经就是习以为常了。我们看一下汽车翘头。举例这台 GT2RS 12年的，我们弹射就可以翘头。那这些调教，这个调教它仅次于娱乐使用哦，不是只有做这个啊。还要做其他的，那我做成一个 Excel 表格哦，放在下面说明栏有一个连接，点进去之后，里面大概是有20多台的调教代码。那假设说里面的车子你不太喜欢，或者是你想要请我们帮你改一些车子出来，那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，说你想要车子的份，那我们尽可能帮你调出来之后，会做告知，调不出来我们也会跟你讲，因为有些车子不一定调出来。那里面有些车子翘的不高，但还是会翘。那如果说它翘不高，你可能就试试看用后退，就是先倒档再入一档。就例如说这台车好了，它直接弹的话是弹不起来的。对，那它就必须要先。倒退之后入一档，它就可以这样子玩了。哦，战斗陀螺。好，那以上这些调教呢，赶快去跟你朋友玩，去试试看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你再告诉我。或者是代码咬错，就下方留言区告诉我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拜拜。